你扣，你扣不是怪生孩子了吗？嗯，差点把孩子生在我办公室里。这个时候你让他回来上班？只有他知道这些文件怎么放的呀。疯了吧你，很危险的。我跟你讲，他老公要是知道，非打死你。 那我怎么办？去看一看呀！不去了，医院那么多细菌，他的身边一定有很多人在陪他。万一他老公真的想揍我，就是他老公真的要揍你，于情于理你也应该去看一看，懂吗？记得买束花啊！ 哪种？康乃馨呀。颜色？白色。多少朵？多少朵？随便你，看着心意就好了。多少朵？12朵。哦，还有，给孩子包个红包啊。给多少？你是个风投专家，花的事你不懂，钱的事你总该会吧？快去。 谢谢你来看我。其实是安卓让我来看你的，那天的事情他觉得很抱歉，所以就让我来看看你。这话不是他说的，他从来都不会说这种话，也从来不会去看病人。他并不是不关心你，只不过交流这方面你知道的。我明白。 所以我从来都不会介意。跟了他那么久，我太知道他了。哎，对了，宝宝呢？在婴儿室，他爸去看他洗澡了。Nicole。Andrew。Andrew。谢谢你来看我。 快坐。不坐，我还有事。对不起。啊。这可是新情况。哇，我要发财了，带薪养娃，头3年都不用工作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 为什么无论他有多神经，我都无怨无悔地喜欢他。<笑>